好好玩的粉丝朋友，还有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开运十分钟，一点你就通》。我是玉佩老师，今天很开心，也非常的荣幸呢，来到直播单元《开运十分钟》，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一个今天呢，老师要提醒大家所注意的事情了。那最重要呢，现在就是要请大家记得啊。公开分享影片加按赞，然后呢追踪命运粉丝团，并且请启开通知的小铃铛。哎呀，2020，各位粉丝，你们过得如何啊？我相信有好多人心里都不太对，2020年都不太舒服哦。真的，2020年很不太平啊。你看啊，先来的是肺炎的肆虐。然后呢，坠机的事件，还有呢，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公众人物相继的过世了。那最近这一年来呢，心血管的疾病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所以今天老师的开运十分钟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庚子年有哪些生肖要特别注意心血管的问题，那么有哪些生肖要特别注意意外的事件呢？啊，老师今天呢是从60生肖来说，那一般人会认为说，哎，老师生肖不是只有12个吗？不，生肖呢其实叫做60生肖啊。大家都知道今年是庚子年嘛，那么庚子年的上一个叫做什么年呢？甲丙，叫做戊子年。然后呢就是再来是丙子年，再来是甲子年。当我们过了庚子年之后，下一个老鼠12年呢，它叫做壬子年。所以我们每个生肖呢都有5个，那乘以12个的话，那就是60个生肖了啊。那到底呢哪几个生肖要特别注意心血管的问题，哪几个生肖呢要注意意外事故，大家赶快做做笔记啊。来，我们来看啊，属马的朋友，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属马的朋友都要小心啦。老师特别这里呢有点出43年跟55年的属马的朋友，因为马呢它今年跟老鼠来讲它本身就是相冲的，但是呢43年跟55年呢，它是名字叫做天克地冲，也就是说天干相克，地支相冲哦。那天克地冲的这两个生肖的马的朋友，你一定要注意心肺系统的问题哦。那如果说本身家族又有这方面的疾病，那你本身呢也有这方面的一个疾病在，那么在未来的这个庚子年还剩下4个月当中，你一定要小心注意的，尤其是越到了冬天，心肺系统的疾病哈，它可以说是越猖獗啊。那什么叫做冲？什么叫做冲？其实冲呢，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和，就是一个造反的意思，我就是要跟你战斗的意思。好，那另外一个呢是属老鼠的朋友啊，那属老鼠呢今年一定都不好吗？不一定啦啊。老鼠的这么多，但是老师今天呢锁定的是25年次跟49年次的朋友啊，这个年座太岁哈，那也是因为呢受到天干的影响啊，那要特别注意什么呢？心血管的疾病。刚刚属马的朋友呢是心肺系统，就是心脏跟呼吸系统，但是呢属老鼠的呢要注意心血管，除了心脏之外呢还有血压三高的问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其中尤其是高血脂要小心，可能会有血管堵塞要去搭桥的现象啊。尤其呢是49年次的朋友啊，49年次的朋友今年算起来也差不多走到60岁了啊，他算是一个大的关卡。那在今年庚子年的因素之下，如果说自己平常在饮食作息上面又没有特别的很注意，那你的心血管会来跟你抗议的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要注意意外事故的是哪几个生肖啊？来，属兔的朋友，但是这个属兔的来讲呢是28年次跟88年次的啊，这个叫做天泄地行，要注意意外事故啊。我记得前几天好像发生了一个水难的事故，这个好像到那个进去去游泳，然后呢发生了水难，有2个人上面了。那虽然不知道他们的生肖是什么了，但是哈，
慢慢的越到后面，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可能对游泳这件事情呢，玩水这件事情呢，觉得它很消暑，所以呢会喜欢去玩水。但是呢自己稍微一个不小心，有的时候不是进去，而是呢你可能在水里面脚冲击呢，也会造成意外事故。但是对于28跟88年次年纪大了还好，但是啊要注意意外事故，就是不小心跌倒跌伤了头，在家里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危机。那么88年次的话，小心哦。我们说行车走马三分险，你走在路上，你开车在路上，你不撞人，人家会来撞你，你伤到的大部分都是头部哦。那了解自己受伤的部位跟年次的时候，那么在未来这几个月当中，皮要绷紧一点了。那么最后一个呢？要提醒大家，就是68年次的羊，那这个叫做呢天泄地害哦。哦，对了，老师刚才忘了解释什么叫做地形跟地害了哦，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明白。其实呢，这个68年次的羊哦，要特别注意，意外事故是造成四肢、手跟脚的这些，也就是说，如果受伤的话，可能会伤在手。再来叫做伤在脚上面，那这一受伤的话，就像老师之前脚一受伤，整整一年的时间不良于行，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那在除了这四个生肖，马、鼠、兔、羊，还有把年次也告诉大家了，并不表示说其他生肖的朋友们就没有事。当然是希望你没事，但是呢我们自己还是要小心谨慎，因为有很多意外事故哈，都是来自于自己粗心大意而造成的。其实接着马上就是民俗月到了，大家对于民俗月呢心里可能都会有一种恐慌，总认为好像民俗月诸事不宜。其实啊，在命理上面啊，对于民俗月来讲并没有那么的认为它这么的不好。其实民俗月它是属于民俗，而不是属于命理。在民俗月当中，反而有很多好的日子，它真的不是那种诸事不宜的一个月份啊，这个真的是冤枉了民俗月啊。但是呢，民俗月来讲呢，大家都知道要小心谨慎。老师认为有很多意外事故无关于民俗月，而是自己粗心大意、不信邪，然后呢，就是抱着一个侥幸的心，认为我不会那么衰吧，啊，所以事情也就发生了。就好像老师刚刚讲举的那个例子啊，8月9号发生水难的，就是黎明那边就是告诉你是很危险的地方，可是有的年轻人他认为自己是可以的，但是很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但民俗月当中真的是诸事不宜嘛？当然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但是呢，不要把所有的意外全部都归咎于民俗月。如果民俗月他会讲话的话，他会跟大家抗议的啊，所以还是自己要小心一点。即使民俗月他是很容易就这么度过去的啊。那不晓得大家在农历7月啊，是不是真的就把自己给禁足了呢？我觉得倒不必啦。那你要游泳也是可以，你要爬山也是可以，但是先了解这个区块的它的安全状况，最重要呢，你要了解自己在体能上面、健康上面是不是可以应付得过来，就是民俗月也就这么平安的就度过了啊。那在线上的有慧慧、有思婷、有人生、有雅雅、玉林、吴美、鬼天呐、小梅，哈，大家好啊！谢谢你们今天收看老师的开运10分钟。那针对这个生肖的问题啊，除了老师刚刚提供的这一些呢，还有一些就是今年属老鼠的朋友啊，很快今年就要走过去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牛年的开始。那牛的朋友一定不好吗？也不见得是不好啦。我觉得任何生肖在做太岁的时候没有好不好的问题，只要你自己小心谨慎。其实今年有很多鼠年在庚子年这么不景气的状况下，他还是在事业上面开枝散叶，还是有开花结果的。当然也有人战战兢兢的，却因为自己不小心，然后呢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策，然后真正就所谓的认为自己哎呀我运气好不好是因为做太岁而造成的啊。所以有很多事情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决策啦。其实最后呢，老师啊有几句话要跟大家来分享，是哪几句呢？来，小编请给我一个好。
就是大家要注意健康，要定期注意健康检查，尤其呢，如果家亲朋好友当中有人是独居的，平常呢就可以对他做一些关心啊。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就是：离成功的那一步之遥，往往是健康。可是呢，成功后那唯一的遗憾呢，往往还是健康。也就是说，你的成功与否，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有了健康的身体，你才有成功的一个基础。健康没有了，其实谈什么都没有用啊。好，今天的开运十分钟，我们时间掌控的非常非常的好。下一次呢，老师再来跟大家分享六十生肖当中还有哪些事情大家要注意的。我们拜拜喽。